我都没怎么玩过诸葛亮打野。这英雄滚两波雪球不就有手就行了吗？所以现在肉鞭不住在对面野区，啥用都没有。是的，肉鞭带个惩戒要搞两波对面的野，有戏。那吕布。天呐，河南暴雨了，兄弟们，这个可以说一下吧。河南暴雨救援，若您身边有人需要紧急求助，请拨打以下电话或待河南暴雨救援话题发布微博求助。我们会，等下我打开微博看一看。你车被淹了啊！上面有个救援电话，好吧。河南加油！快刷！你前面就刷钱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就打野这个节奏，它其实很简单的，兄弟们。是啊，为什么很多人他不知道怎么打野呢？不难呢，半边野区刷完，抢河道中河道之灵，试试抢一抢，抢到就赚，抢不到算了。啊，抢不到就算了呗。然后现在疯狂抢四，这一波要打不过了。我没大，是吧？人家抢了四，不就有节奏了吗？我们没到四，干不了事情。这一波绕一下。可以打，这个技能丢的真的是歪。快走快走，是吧？这样一比一还好，可以接受。然后你回来这个蓝 buff 不就又好了吗？这里你就开始要做抉择了。是不是？我们是继续顺着刷。如果你是野核，你允许你继续顺着刷。如果你是那种要找节奏的，比如说橘右京啊、老虎啊，你可能刷半边就不刷了，懂吗？那这一波我记得他是红开的，是不是？当然是往他野区里面直接进了，明白吗？当你有优势的时候，进他们家野，而不是说回到自己家野区继续刷，他这样出来什么都没有，他不就很痛苦吗？对不对？有些人明明拿了优势，不进别人家野区，这不浪费表情吗？对吧？你反手这个时候你再进自己家野区，稍微刷一刷，好不好？然后河道之灵嘛，对吧？3分钟的河道之灵也是个时间点了。河道之灵相当于一个人头啊！这波他们都下去了，我们刷被动嘛，在路上，这边给了个大招，继续刷被动。哎呦，我这个被动没拿出来，有点尴尬。然后这一波啊，他们因为没有蓝哦，我不，他什么状态来着？我没细看。那我们这边是直接把暴君给秒了。
是吧？我们打暴君很快。他有蓝 buff 了，他要吃中路线。这人可能会死，稍微等一下。没露头，消耗，继续抢中线，他血量已经涨起来了，没必要打，下路这波可以越了，是吧？有的时候就不要住在野区，你循环刷没意义啊，你拿那些东西都是为了有优势，然后去越塔什么的呀，对不对？有个人过来，我二一技能直接甩脸上给他。没毛病吧，惩戒他，拉开，再拉给他，再死，是吧？这能打吗？二技能要留一下了。好，没事，有事儿，哎，还是没事吧，是不是都死了吗？就你要不要泡在野区里面，有节奏，就是舍弃一些打野，是吧？舍弃一些野怪去争取一些时间。你一旦沉迷刷野，他就你这样刷完就回去又好了，等十几秒，哎，是吧？稍微蹲蹲草，哎，你发现哎这个蓝 buff 又要刷了呀，是吧？蓝 buff 又要刷了，你又过去逛一圈，你在自己家野区半边野区循环没有意义，好吧，兄弟们。直播不敢随便进草。那现在的话，他们的打野可能在红这一块。当我经济优势起来了后，我当然就是想着办法说能不能去反野，对不对？恶心他一下。上路，对吧？这一波。跳不跳走？哎，怎么打到这一个来？哎，我憨了，也行吧。那要开始，他没有野怪刷，他就回不上血，回不上血，我们强行压这个上路塔。他怎么走了？你这一波惩戒接一技能肯定打到他了，一个大他肯定直接死了。这个钟无艳不该走的，然后当你后面装备越来越好的时候，别人基本上就凉了，因为你伤害实在太顶了，他们应该就刚不住了，你知道吧？就诸葛亮装备好起来，那就被动加一技能按大，别人见你就得死。你比如说这一波，是不是？那我可能我二技能过去只能被动碰到他，都残了，攒被动。惩戒他，丢一二大，死一个，顺着杀，接一技能接大，再死一个。有毛病吗？对不对？他再往前走一步他还死了。这我攒不到被动。先压中路塔。啊，队友不知道在哪了，我们拿暴君，对吧？二一技能很快的，然后一二技能被动出来惩戒，带着被动过去，我只要碰到人，碰到脆皮他们就没戏了。压中压中，直接大了，
给了奶回来了。啊，这边给大招了，拉开了，给一技能消耗，不慌，转死了也看，再拉开，被动在了。弹弹，把中路给压没，兄弟们，啊，这个大招应该是直接把他们卡死了。哎，这怎么在这里面玩起来了？这啥呀？出装有点问题，可以打的，他直接走了。别晃了，他，哎呦，真的是头疼。嗯，晃起来了。他们补了个魔女啊，是吧？几个人都补魔女了，我们可能要直接法穿了。直接上去转就完了呀。我现在拿我九个人头换了个塔，亏死了。带被动过去，碰到我就死了。我要做法穿了，兄弟们。攒被动，谁露头？小乔露头，他死了。也还行吧，下路，我过去直接按大就可以了，直接法穿，他这一剑可能要中了，没中。那我去拿蓝了，拿暴君吧，不好打就拿暴君。他死了呀，他死了，都顺着杀的，好跳。是吧？你这个打野思路有了，经济有了，就很简单，就这么几个节奏点，半片雨续刷抢二，能抢就抢，抢不到就直接
刷另一半面野区，到四下路蹲一波，蹲得到开花，蹲不到看看有没有机会开暴君，是吧？因为他们总之他如果比你先一步，他把自己状态打残了，你肯定能拿暴君，对不对？拿完暴君回头去看蓝 buff， 蓝 buff 再一刷，想能不能去上路或者回中路，就这样打就完了呀。然后就不要迷恋自己的家的野区，你有的时候你出不来节奏就是太迷恋自己的野区了，是吧？循环刷野刷了个寂寞，少刷点野去压塔，能压塔压塔，对不对？少刷点野，把别人打野杀了，第一时间往他们家野区冲啊，去收他的资源，明白吧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转发，拜拜。